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 姐，很高兴又跟你们见面啦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非常炎热的户外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低空飞行的拍摄注意事项。比起上帝视角俯瞰大地的震撼，低空飞行呢，往往更能拍出更有冲击力的画面，因为低视角可以更接近拍摄主体，强化主体的冲击感。如果同时再加上高速的移动，那么就可以营造出非常帅的速度感。镜头的边缘飞逝的风景仿佛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掠过去的，这样的镜头会让观众更有临场感。如果画面中同时有运动的物体，效果就更好了。因此也经常有人把这种低角度拍摄用于拍摄车、动物等等。另外呢，低空飞行也经常与云台的运动结合拍摄发现式镜头，比如像这样一边向后飞的同时慢慢的上抬云台，引领着观众视角慢慢进入短片中的世界，是一种很棒的短片开场方式。但是呢，低空飞行也会带来更高的风险。无人机的底部呢，有一个超声波模块用于定高，这个模块呢会向下发射超声波，超声波呢接触到地面或者是下方的障碍物时，它会返回一个信号，这样一来一回呢，它就可以计算出无人机和地面或者是下方障碍物之间的距离。当无人机处于晃动的树梢、人潮、车流等运动物体上方时，飞机是无法自主悬停的。但是如果在水面飞行的时候呢，风险就会更大，因为无人机在水面飞行的时候发射的超声波会被水面吸收，导致无人机与水面之间的测距不准确。有时候当你 APP 上面显示你的飞机距离水面还有1米的距离，但实际上有可能呢，你的飞机已经快要碰到水面了。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相信 APP 上的数据去操控无人机的话，可能就会直接飞进水里面去了。你的无人机如果炸在陆地上还有可能找得回来，但如果它炸进了水里面，你就只能提控回家了。另外呢，你的图传是会有延迟的。正常飞行时大概会有至少0.2秒的延时，但如果你的设备卡顿或者是周围环境干扰大，延时会更长。你不能等无人机已经快要碰到水面或者是地面时才做出反应，有时候根本反应不过来。所以说呢，做这种高风险的动作一定要先学会预判，提前呢预留一定反应的余地。切记无人机在贴水面飞行的时候，一定要通过第三视角和画面结合来判断无人机的高度，留出一个安全的高度。那么到底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拍出低空的飞行的镜头呢？这里呢有几个小技巧可以作为大家一个参考。首先，只要在相对高度10米以下飞行时，就需要注意无人机的吊高问题。在进行这种高风险飞行时，除非必要，请勿超视距飞行，不要只看图传，要目视无人机飞行，有余力的情况下再时不时看一眼图传来确认构图的情况。飞行中要时刻注意飞行的高度，一旦发现无人机高度有细微的降低，就要稍微推一下油门杆升高高度。在水面飞行的话，飞手可以坐在湖边，把无人机飞起后调整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，然后让无人机飞向湖面，这样无人机的高度一旦有变化就可以立即察觉，然后再打杆调整飞行的高度，保持无人机始终在视线的中央，这样无人机航线与水面平行，就肯定不会掉高落水。如果是拍摄树林、路面等可以有地平线或者是边缘作为参照的画面内容，那么可以在 APP 参考线中调出9宫格，让云台向前，调整无人机的高度，让画面中的树梢留出一定的安全高度，时刻保持前方最高的树不超过9宫格的下方那条线，这样就可以保证安全了。至于人潮、车流上方，还是避免拍摄，以免出状况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要讲的低空飞行的注意事项就到这里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呢？欢迎关注我们的 Hey Jones 公众号，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，可以把我们的公众号设置为置顶。最近呢，微信开始陆续更新版本，如果你发现现在的公众号界面不一样了，然后你又找不到我们，点击右上角的按钮就可以看到你置顶的公众号。另外呢，在我们的网店里面有一些好货，欢迎大家来选购哦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，我是 BB 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啊，我的腿快怎么回事，我脑子抽了，现在吹到是不是我脸巨大，我头发都挡不住了，不要吹风了啊，我的脚又麻了。哦，可是还有风，贴住贴住，一个脸大人的悲哀，你看他没有要停的意思了，这样可以吗？